嗨，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美杨子。我们的四季豆还是豇豆啊？应该是豇豆。四季豆老爸说今天没种。还有辣椒，那个下面是西红柿，脚上旁边栽的茄子。这下面的侧枝也可以打掉了。这应该是豇豆。爬藤了都。这我们的西红柿地了，我们的西红柿一直都是水旱轮作，这一个地去年我们是栽的藕，栽了两年，今年现在变成旱地种的西红柿。水旱轮作的话，它的病虫害就会少很多很多很多。这里一共是栽了好多个品种，大的小的水果西红柿，各种颜色西红柿都有，在开花了。这里是老爸种的苦瓜，因为苦瓜到时候长得藤蔓会特别特别多，它的剪枝方法我们在后续再跟大家说啊，以前也有拍过的。因为藤蔓多，所以空间一定要充足， Z 字形的方式来地栽的。你看这样，这个间距差不多有一米多这么宽，这边也是苦瓜这么宽。是啊，它打算啊，你得这么宽，你得保持着你这么高。看一下这么宽，这样 Z 字形的，也可以叫 W 形状。 W 形状角，形状角。这支架是这么搭的，可以看一下，有好多人不太会搭支架的。老爸搭支架，因为他要追求稳当，所以支架数量还搭的还是比较多的。我们这支架也不要钱嘛，这竹子山上去斩就行了。辣椒，这个辣椒老爸说有被那种虫子有一些把它给吃断了，又补了的，补了好多，后来又被吃断了。那侧枝也要打掉，我们哪天再过来打侧枝。还坑心的金蛋，哦，它长得像叶子不一样啊，长得女些，长得毛生些。外口鸡头喊头龙，这个豇豆，喜豆，这个豇豆跟刚才旁边的那个品种不一样，这个是做测试的，老爸就种了几株，可以看一下那个叶片厚度还有数量，整个植株形态更长得更茂盛。啊，果叶怪多，主要是。嗯。现在看几十年什么？好像花苞瓣有点多。嗯，是啊，果叶怪。这要测试，测试如果还好的话，下次我们可能会。种的多一些，体检，确实不好，疾病长大。可以很直观的看一下，这个我们豇豆一窝都是栽的三四颗，这边做测试的这个种子长得枝繁叶茂，现在看上去花苞也比较多，然后这边的同样的数量就长得稀疏一些，后续具体情况要看后续结果了之后才知道，有些它枝繁叶茂，但是结果能力很差。品质也不好，我们也会把它淘汰掉的。如果还不错的话，到时候会跟大家说这个种子叫什么名字，不好的话就不会给大家推荐。青夫饼，水扣不知道这颗是不是生病了，老爸过来看一下脱水的状态，你看它跟旁边的都长得不一样，旁边是这个样子。哦，那个对你这个是不是青枯病啊？嗯，啊，青枯病拔掉。那脱水凹的，哦，把茎凹短的。哦，被虫子咬断了。哈，这个是一种叫地老鼠的虫子，把它茎剪断了，这个就后续再给它补一颗，刚还以为是青枯病，其实如果是青枯病的话就比较麻烦，因为它是有传染性的，一旦有一颗青枯病，这旁边的如果你不管的话，它很有可能旁边的很快就蔓延开来，就很夸张的，不是青枯病就很好，
刚还紧张了一下。青枯病的症状就是整个杆子茎叶慢慢的脱水枯萎掉，就有种进入衰老期的那种症状，就是青枯病哈。青枯病是比较难治的，一旦发现就立即把它拔掉。欧冠好多，然后一些 A 的就是很普的一些，好的欧冠一些，然后就是欧冠的。老爸说那个虫子还特别多，咬断了我们家很多西红柿。他说这块地里面那种虫子还挺多的，补的时候等下雨天的时候来补，它成活概率会更高一些。现在大晴天就不补，容易死。这棵是后面补的苗，还没有缓过来。这几个机子时间好用，先推到机子好用些。我推讲的好用就好用，不好用不好就不好用。这边上有些地边上，老爸都栽的有这个西红柿，就是如果说有一些西红柿死磕了，我们就把这个就替补上，在边上，故意栽到这儿的。黄瓜、冬瓜，黄瓜、冬瓜。北瓜怎么搞上是不值钱啊。嗯，那在那是对面角度穿。去年的藕在留在地里面长出来叶子了。不知道像老爸这样水旱轮作种西红柿的有没有这样的人哈。反正在我们这个地方通过这种方式来种西红柿的好像还没有看到。就我们老爸才这么做，很多人会觉得太麻烦，而且他的病又不像其他的蔬菜那么好控制，传染性又很强，所以我们这个水旱轮作的好处就可以凸显出来了。但是水旱轮作又很麻烦，你得把水田变成旱地，然后旱地变水田又去种藕，这样就是轮着种植，它的病虫害就会少很多。唯一的就是特别麻烦，做水田的时候种的是藕，这个里面好多淤泥，要把水放干，要放几个月水干了，泥巴没那么湿了，再做整地设计，起垄、挖沟、敷地膜，你想想麻不麻烦？边上是栽的紫色西红柿，紫黑色，我们叫它葡萄西红柿，花青素很高的。干多些。我们家早饭都吃的很迟的，一般都是11点左右才吃早饭。干多些。所以我一天就只吃2顿。收工回家。啊，打电话就行了。你看你这边讲话这样好乖，这边还矮些哦。你们吃些啊？哦，主要是大的。主要在种些。不是不大的。大的哦。这边是小的。这边是大的。哦。主要是大的哈。啊。你看你屋子上面种些。这边都这边都结果子了，那边才开始开花。看，这里已经挂第一穗果了。这绑的时候你看就要很注意的，这果子那个花露在外面。放到里面就被挤压住了，摘也不好摘，还容易把果子挤压变形。好粗啊，这一根枝条现在的粗度比我的大拇指还粗。谢谢过了。大西红柿这个是无限生长型的。那个是这个是紫色的。走了，回家吃饭了啊。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了，感谢大家关注和支持，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你开心，我也你开心。
看看。现在哈，现在冬天大，一大股的，我都挺冻的。现在太热了，热。我去吃早饭。所以他就讲，以他为母猪，以普通黄瓜为雄猪，让他们去授粉。欢迎来啦！啊！这我们今天吃的早饭，土豆，这个土豆是童年爹给的，小土豆经常吃，特别好吃，本地新鲜的土豆。吃早饭了，朋友们。吃了碗。好香啊，特别好吃，煎着吃的。老姐已经吃饭了。我也爱吃毛肉车间了。真的吃好吃，你们还黄牛哪张子？小小这些。小黄。